2022年嘅2月24日，喺香港嗰度咧，就而家咧总共嘅确诊数目系75,248，比琴日咧多咗系8,674嘅。而家喺医院入边嘅人数咧，就总共系有4,234个，上升咗257个嘅。死亡咧亦多咗，哇，49人啊，去到啊385人啦。咁啊，就希望香港嘅疫情早早啊可以咧系受到控制啦。